华人在江湖，究竟江湖在哪里，又是一个怎样的地方？每个人都有他的江湖，而我的江湖就是两个男人。其实每个男人都是一把刀。江湖上有多恩怨，啱或者错，根本分不清楚。大声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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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他们都是想帮人啫。喂，度！师傅，生我啲仇人嚟咗。飞咩？佢系咪会飞噶？师傅，我一就唔死，一日都唔会相信翻呢啲凶手话俾你知。每个人心入面都有一把刀，有刀就有斗争，而所谓嘅江湖就系一颗充满刀光剑影嘅心。别拍我！